可以呀、啊。全美第一雷吗？2011年10月18号，现在是下午两点半。你去接 Cherry 跟 Kerry 下课了。哥哥，给我下课。Kerry 爸。哥哥来了吗？谁给你吃个 pizza 呢？好。我们快来给你吃个 pizza， 你们觉得蛮好笑。爸爸在这里。妈妈过来。爸爸在这里。妈妈。好。Please。去哪里？过来。好，那你带我去啊。你看这里这么多的 pumpkin。妈妈去那边。好，妈妈过来。好。